《民视正经》，台湾人民有信心。欢迎收看《民视正经》第一百二十三集的播出。我是邢台考中系教授。咱今仔日要来甲各位报告的主题呢？吼，是交顶礼拜、甲顶礼拜呢合作一个主题，也就是明治维新的吼，即个啊工业的建立啊，对咱台湾现代化的影响。咱为着要了解到咱台湾啊，伊即个工业的现代化呢？吼。 所以，咱对前礼拜啊，咱有甲各位报告到，日本因安怎去啊？即、這个对英国啊，聘请着真侪即个英国诶，即个理工诶教授呢，过来东京、东京大学诶工学院，伊个前身叫做工部大学校呢，啊，用英文咧教课。所以，日本当时呢，吼，为着要明治维新呢。 开足侪钱，请真侪外国的教授，所以咱伫东京地区，咱就知影讲，伫即个医学的部分呢，吼，东京大学诶，即个医学院的前身，就是即个医学校啊。因迄阵是用德语咧教课，啊，所以日本学生爱用德语来学学学，学这个医学。啊，伫即个福开道北海道、即、這个札幌农学校呢，吼。 由克拉克来领军的吼，是用英文的啊，咧教着农学的范特；啊，伫、啊、东京地区，这个工学呢，吼，是由这个啊英国人啊戴尔因呢，吼组成一个教学的团队的吼，伫东京诶，这个工波诶，这个工学寮，到尾啊，变作工波啊大学大学校呢，吼。 啊，就是东京大学工学院个前身呢，用英语咧教课。啊，所以讲培出培养出日本个吼，哩即个轻工业个人才，咱前礼拜已经有甲各位报告过。啊嘛，培养到因日本即个重工业所需要即、這个物理、化学即、這個、方面个人才。所以日本哩，明治维新个时阵，伊即个重工业啊，伊个发展个过程呢，就是咱今仔日要来甲各位报告。 啊，拄啊！啊二两千十五年呢，即个日本呢，吼、這個，用即个因明治维新，因当时因诶造船，因诶铁铁啊铁诶产业，钢铁诶产业做即个造船诶产业啊矿业啊，即个即个啊过去因诶厂房呢，啊這、這个啊啊工厂呢，去申请到联合国啊 UNESCO 啊联合国诶教科文诶组织 UNESCO 呢，吼、哦。 啊，有这个世界遗产的登录呢。啊，两千十五年，日本新广场这个明治期间啊，因这个产业革命啊所做诶，这个啊，因诶，这个日本工业化、产业啊、工业化的遗产啊，内底呢吼啊，有一间学校啊，即马嘛是啊，世界啊，联合国伊个世教科文组织 （UNESCO） 内底伊个世界遗产哦。 就是咱前家己节目中，甲各位报告到，即、這个吉田松阴啊，已经判刑，啊，到尾也无死呢，吼，啊，放出来了，伊等于啊长州呢，吼，等于长州开一间松下春塾啊，啊，松下春塾呢，吼，真侪人会交伊交即个啊啊，另外一个啊学校会去啊教训呢，吼、哦，松下正经塾，啊，即爱分开，即无正常。 即个松下村塾，就是吉田松阴的出阁了，伊咧教行的吼，啊，所用的教室啊，最近嘛是变作啊日本啊即、这个明治期间产业啊的即个世界遗产，啊是安怎会当做即个世界遗产的吼？主要就是吉田松阴伊内底的吼，教着真侪日本明治维新啊要进行爱国者的即个啊独占兴业的领领导人物啊。 啊！即个领导人物内底啊，包括咱所讲诶、這個，即个啊，即、這个伊藤博文啊，啊，搁即个幕府效员，啊，搁即、這个有一个，阮也做啊到啊日本诶首相，啊，但是较无名咧吼，但是伊交即个工业有关咧，叫做三线有朋。所以幕府效员咧，啊，搁即个伊藤博文搁三线有朋咧。 即三个拢是吉田松阴的学生啊，安尼呢，所以即个名人馆吾也是算是明治期间啊，即、这个产业发展呐、啊啊，伊的这个即、啊啊哦、个世界遗产啊。当时因为有因遮三线友朋伊藤博文因个领导以以外呢吼，日本对着即个矿业、啊，矿山、做船，啊，个炼铁个产业重工业的发展呢吼，真真侪嘛，拢纳入去即个世界遗产内底。 所以，咱经重点呢，吼，来甲各位做介绍。第一个就是，咱有甲各位报告过，买买炭的重要性，二十九世纪的重要性嘅时阵，咱有去讲到九州嘅外海嘅有一粒岛啊。这粒、个、岛看起来像喺军舰这样小，这粒岛像喺军舰这样这样小呢，吼。这个军舰、这个、岛呢，吼，当时就是日本决定了伊嘅扩散啊，买炭啊嘅所在呢。 啊，伊真诶吼，虽然啊有一段时间是交互三菱去经营咧，啊，真已经啊即、这个无输赢啊，所以已经变做啊古迹啊，是军舰岛，这是因日本当时为着要澳门团诶一个世界遗产。啊，阮啊小想澳门团咧吼啊，离、啊啊、一八七三年啊啊有一个三 D 看矿，即、这个三 D 看矿咧吼，阮、嗯、啊有代表性。 啊，就是讲呢，吼，伊是伫即个九州的北方福克沃卡迄个所在。啊，福克沃卡咱拢知影，伊是日本算较有即、這个啊，即、這个煤炭的矿产的所在。所以就真正里遐呢，吼、哦，伫一八七三年啊，就开拓着即个三池的即、這个啊矿矿坑咧。啊，煤炭、啊、的矿坑。啊，当时呢，吼、哦，为特别挖即个三池的煤炭呢，吼、哦，爱有铁路，啊，佮铺港口呢，吼、哦。 所以伊有三 D 港，吼，抑佫有即个三 D 诶专用诶铁路，即阵已经是变作说日本引进诶吼，诶，世界遗产内底伫矿业诶发，展算有代表性诶啦。啊，另外呢，吼、啊這個，啊，伫即个啊造船啦，吼，啊造铁啦，啊佫纺织，拢有,有做迄发展，啊，而且时间更较较早诶吼。 是一八五一年就开始，即等于，是明治维新进前的吼啊！即、这个美国即、这个佩里，即啊，即、这个提督带领四只乌船来日本进前两年，迄阵呢，吼、啊，即、这个啊，萨摩，就是鹿儿岛啊，鹿儿岛伊的古名叫做萨摩，萨摩藩，啊，即、这个萨摩藩的藩主啊，啊，迄阵哩一八五一年叫做岛津奇兵，即、这个、岛津奇兵算是哩。 日本这个啊幕府个幕期，白库马次个时时代呢，吼，算非常有国际观个一个人。伊呢，吼，当时是一八五一年啊，伊就去看到世界呢，吼啊，尤其是中国啊，交英国之间这个鸦片战争顶呢，即、這个国际压力啊，使得日本啊，迄阵呢，虽然幕府也个较唔知影即个危机感，迄阵呢，倒金起兵，伊就知影讲呢，爱来大陆。 来发展着造船，啊，要造船，落来做铁，哦，啊，阁发展纺织业呢，吼。所以伊哩即个啊，鹿儿岛啊，卡国须马呢，吼，迄阵了有一个馆叫做集成馆呐。即、這个集成馆内底呢，吼，啊，内底有啊造船，当时因个初期个努力，啊，阁做铁厂，哦，啊，阁纺织厂，当时个书籍，所以这是岛津奇兵呢，伊哩日本个近代史呢，吼。 算是一个作物啊，即、這个先见之人。啊，伊所者即个鹿儿岛诶，集成馆所收集者诶，即个遗址呢，吼，真侪真可惜呢，吼。伫一八六三年啊，即、啊這个萨英战争啊，啊，萨摩交英国之间呢，曾经为着即个外国人啊诶，啊保护诶问题有冲突呢，吼，啊，生索事件呢，所以讲各尾啊，点衍生是。 啊！即、这个英国交萨摩之间的战争，哩一八六三年。啊，哩一八六三年，即、这个萨英战战争的吼，啊，即、这个外界甲看起来呢吼，即、这个萨摩是算是战赢啊，萨摩算是战赢，因为呢，伊的啊科技算有较进步啦。所以这是道清骑兵伊里面的威信战争，吼、啊，落来对日本啊即、这个现代化工业化呢吼所做的贡献。所以这嘛是纳入于这个世界遗产内底。 啊，另外一只呢，吼啊，我那、啊、是一八五六年诶，中州啊，啊，中州呢，吼、哦，交萨斯马相呢，即过去哩江户时代，因算是德川家康较无介意诶人，放伫上较远诶所在的，所以萨摩是九州诶尾啊，啊，长州是本州诶尾啊，呢，吼啊，所以因拢靠家己。啊，即、這个长州呢，吼，长州藩因哩一八五六年呢，因迄阵我那、啊、开始入去啊，即、這个开即个坐船厂。 啊，即要做船啊！迄阵因所开的做船厂叫做啊惠美须皮啊惠美啊须须皮啊啊惠美须皮咧吼须皮咧吼，即、哦哦这个做船厂咧吼啊，二一八五六年开始就咧有咧做船，但是咧伊咧做船咧吼，等于是抑阁是较啊传统，较无法度做出现现代的船啊，但是这嘛是。 表示着中州呢，吼，伊甲萨摩相像，伊伫咧做船诶部分呢，吼，啊，有呐，拢是伫明治维新进程落来开始。啊，若要来讲到啊，较现代诶蒸汽船诶制造完成啊，即着要来看到一八五八年啊，即、这个三三三重军呢，啊，三重军诶啊,啊海军所啊来所做，咱先休困，甲你啊只规站来甲各位报告，即个三重军诶海军啊诶训练所。 欢迎倒来《美食之镜》现场。咱头拄仔讲到一八五六年啊，漳州呢吼，有呾要来做船，但是一八五六年当时中州要造船，无迄个技术呢吼。 所以因一开始是去仿外国人啊，外国人迄阵都已经来到东亚了嘛吼。所以啊，日本人去仿外国人诶造船，啊到尾啊看未西呢吼，过来转做向荷兰人来模仿荷兰人变啊造船，但是这拢无正式诶、這個，即个啊学习过。所以要到一八五八年呢啊，离即个长崎呀吼啊，则、啊、有一个啊三重金诶。 海军所，这当时啊，就是因派出啊，这个啊人呢吼，去中期遐啊,啊，去学习着啊，这个长期海军传习所，这咱有这不有甲各位报告过嘛吼、哦？当时哪个沙崎是上个国际化的所在啊？当时呢吼，日本人啊，离迄个所在呢吼、哦，有请荷兰人来咧教因荷兰诶海军的技术，所以。 中旗海军团习所啊，离这个长崎呢，吼啊，所以因啊三重金呢，吼派人去遐学啊，学到了呢，吼、哦，就开始来做船啊。这个蒸汽船呢，就真正伫一八六五年、這個、啊，即明治维新战争啊，两年因日本呢，伫一八六五年啊，就做出因日本家己制造啊第一只诶，即个蒸汽船。 叫做凌峰丸“凌空丸”。凌空丸这只船呢，是因日本啊，安尼家己去啊，对荷兰人而计算的吼啊，二一八六五年来做出来，所以咱也当看出啊，二这个中期诶海军的船级数啊，伊对荷兰人所做诶、啊、这个啊，对荷兰人邀请荷兰人过来所做诶架行呢，吼，开始有伊个先告出来，啊，伊个先告出来吼啊。啊 佮未来离中期遐佮在会当啊，呃、较啊，或多或少的吼，即个要到一八六九年啊，离中期迄个所在呢吼啊、呃，开始日本人啊，要来做即、這个、呃、做啊，造船规模佮要扩大啊，离中期部分啊啊，离、呃、一八六九年呢，就开始离遐做迄个修理船啊，离、呃、啊、呃、中期。 啊，真叫做准做准数的所在呢。一开始是用这个修理船的船坞呀，一八六九年啊，到尾啊，因文啊慢慢啊厉害，有法度来做出因日本的日本船。所以这个中期的做准数啊，一开始是对修理船的船坞开始。啊，到一八八七年呢，中期的做准数啊，伊拿民营化，伊转互这个三菱啦，哦，互这个三菱。 啊，这个三菱重缸啊，进，还佫伫中期，还佫有做船所。这个中期的做船所呢，吼，伊当时呢，吼，啊，是对修理船的船坞，一八六九年开始。但是到三菱接手了呢，吼，三菱各位咱伫啊，这个牡丹社事件落加各位报告过嘛，吼，三菱伊一开始是咧做啊航运啊运货啊的这个运输公司。 啊，到尾啊，因为来个中期了呢，吼，因我开始来做这个啊船啊，因为日本迄阵开始啊西洋所学，即、這个造船诶，即个技术呢，就开始日本人就开始学着啦。啊，东京啊，即、這个诶，即、啊、个大学啊，东京的大学呢，吼啊工学院迄阵嘛接受到啊，即、這个工部大学校，所以开始培养着少年人出来。 所以三菱二一八八七年接到啊，中期做准塑料呢，开始就专了做准。啊，到尾啊，三菱呢，唔是干那做准尔，伊即间三菱即个企业呢，吼，一直发展到啊，也晓做啊，即、啊这个啊，建造机啦，像二次大战诶时阵呢，吼，啊，美国人上介惊，吼、哦，速度上介快诶，零式战斗机呢，吼、哦，就是日本政府啊。 画出即个需求图，啊，委托三菱来设计出來。来啊，所以三菱呢，当时咧设计即个设造战斗机诶时阵，当时啊，即个蒋介石呢，吼，啊，伊、這個啊啊、因为留日啊，所以蒋介石伊对日本啊，日次大战进程咧吼，啊，诶，科、啊、技发展，蒋介石伊嘛真了解，所以蒋介石伊甲即个美国人讲，讲即、這个。 日本呢，还无法度做这个海上诶航空队，所以日本这个海上诶航空呢，吼、呃、啊，这个美国是占优势，所以美国若交日本交战呢，离这个海上诶航空队呢，啊、呃，毋免惊啦，来讲日本这方面还无法度。所以讲当时日本政府呢，吼，拿交到这个啊、呃，零式战斗机诶设计图呢，啊，拜托三菱诶工程师呢，吼，根据这个设计图要安怎设计到。 啊，这个零式战斗机速度紧的吼、哦，啊，设备佫简单嘞吼、哦，啊，会当飞真紧安尼吼，交、哦、美国人小战啊，三菱嘛是安尼去做出来了吼、哦。所以三菱重钢呢吼，进、哦、要佮你啊，长期造船所嘞吼，啊，长期造船所要佮有伊个弹钢业伫迄个所在。啊，另外交即、這个啊，哦，即、这个三菱呢吼，进、哦、啊，离即个日本算三大重工业之一。 进日本啊三大重工业除了三菱以外呢吼，另外一个叫做 IHI 啊，这英文名啦吼，这间 IHI 呢吼，伊原来是进日本啊诶重工业，啊另外一间呢吼啊，就是咱啊进的吼，伫台湾也够有看到伊的产品，叫做卡瓦萨奇啊川崎啦，这个川崎重工啊进的吼日本伊个军舰。 啊，伊个正嘴干，吼、哦，真侪军用的即个武器啊，除了三菱咧制造以外呢，吼，上介大诶就是即个卡瓦萨奇、川崎重工。即个川崎重工、這個、啊，吼，伊一开始呢，吼，嘛是伫明治维新的期间呢，对东京有一个地名叫做足地，吼、哦，东京有一个地名叫足地呢，迄哩海边、哦，吼。 啊，川崎你也开始做做船厂。啊，当时川崎啊，离即个东京的即个海边啊，足地即个所在咧做做做船厂的时阵呢，吼，因为人人啊三崎啦，啊，都九州啦，真侪个拢有咧做船，所以足地即个川崎的做船厂呢，吼、啊，一开始啊，即、這个业务并无好啦，因为竞争真侪。啊，好啊，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吼啊，因为有真侪订单，所以这个川崎重工呢，吼，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呢，我开始有只订单呢，吼，才开始啊，发达起来呢，吼。所以川崎重工是啊，受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安尼发展起来了，够近而当交三菱、交 IHI 呢，吼，变做日本进三大重工业之一啦。啊，所以讲咱进台湾呢。 咱要发展家己军机，家己要制造啊！咱的正水舰呢？吼，咱台湾想要家己来制造啊！咱的军舰想要自台台湾家己来制造呢？吼，其实拿进嚟日本呢？吼、哦，有这方面的技术，就是一间川崎重工交一个三菱，因有法度做这个啊军舰以外，佫会当做正水舰的吼，做者二次大战期间的船呢？ 啊，这拢是这三间公司呢，吼、哦，内底包括三菱、交川崎重工因所做。啊，这以后咱会去来甲各位报告到海军的发展。啊，进咱就要来甲各位报告到，要做船也好，要做啊即个飞机也好，即拢要有钢铁。啊，这钢铁诶，即个制造呢，吼，啊，这,个、这啊，离、啊、日本来讲呢，吼、哦，要来炼铁，因怎有法度来做船嘛？要有炼铁，因怎有法度做火车头嘛？啊，但是即个做 做铁即个技术，这是有呐是一个高科技啦。所以日本在即个明治期间呢，吼，在即个明治期间呢，吼，因啊会做准啊即、這个啊做铁的三检呢，吼，也袂讲话完全发展起來，还要爱来到啊一八九五年啊，哦、這個，即、啊這个啊即个甲午战争战赢了呢，吼，啊清朝赔一大笔钱啊。所以因日本人对一八九五年呢，开始就讲看已经有赔款。 有较大的发展啊，即、這个做做钢铁的产业，所以迄阵我啊设立一个啊做铁的调查会，啊来决定要来啊离八幡即个所在呢，就是离福冈啦哈，离八幡这个所在呢吼、喔，由日本啊即、這个风家国有会就对了吼、喔、来起一间八幡制铁所，一间八幡制铁所呢啊是德国人来设计，德国人来设计。 啊，内地的工程师当然作者是因东京啊工学院所培养出来。啊，二一九零一年呢，吼、哦，就开始啊来运作，来生产钢铁。所以，这是一九零一年八幡制铁所呢，吼啊来啊做、啊、成到日本家己本土哦来啊,啊做出来的钢铁、啊啊、呢，吼啊伊安尼呢，吼伊就有法度离即个啊重工业部分啦、啊，因为家己也要做铁。 伊就有法度来做船，啊，有法度来做着火车头、铺铁路等所需要的重工业。所以做铁交做船即个产业，咱甲看起是结合的。啊，所以咱对三菱的发展嘛，也是对做船开始。啊，即、這个川崎重工呢，吼、哦，卡瓦萨奇伊嘛是对做船开始。所以咱看出日本因个重工业的发展呢，就是对做船即个产业啊来演变出来。 所以，做船这个产业会使讲是日本重工业啊，工业化伊个最重要个源头啊。这个川崎重工交三菱呢，吼、哦，因对做船只足侪，拢了是明治维新个期间呢，吼、哦，对荷兰人啊，对英国人所学到个做铁交啊，这个做船个技术，输到日本哩这个做船个产业呢，吼，啊，伊发展起来了。 离一八九五年过来台湾了呢，吼啊，伊嘛离咱台湾咧渐渐啊，要来做船啊，因为咱台湾当时一船呢，吼啊是拢是算差差造的木船，所以日本来离咱台湾呢，伊就是这个啊苏苏澳啊交南澳啊迄个所在遐有做啊这个做船的商业，嘛是由三零呢顶。 因来遐制作，咱今仔日先讲到遮呢。后礼拜，咱再甲各位来报告着咱台湾蛋工业诶开始。